飞起，掩护之后直接顺下，雷厉风行，绝不拖沓，直奔篮下，无视补防，隔人重扣，双手轰炸，精妙配合，只需两三秒，狂暴灌篮，霸气催人倒，务必看好对位之人，否则瞬间就会失分。第四位，哈德森，右路突破，迅速启动，低空运球，穿过人缝，跳步收球，直杀禁区，挑战协防，强硬打中。试问廉颇老矣，尚能犯否？君不见，他依然能让对手颤抖。要是换别人来，可能没这么轻易得着两分。对于哈德森，只不过就是见缝插个针。第三位，林伟汉，灵动运球，连过两人，假传动作太过逼真，脑后一甩，潇洒写意，助约翰逊篮下独尊。大秀穿花蝴蝶步，眼花缭乱，动作脱兔，风驰电掣，全是急速，晃的队友差点没接住。职业赛场玩起了接球动作，阻碍重重，也能轻松通过。第二位，贺西宁，接球突破接犹豫步，炸球转身单刀直入，面对对手紧密贴防，极限出手，逢山开路，攻坚克难，不惧高难度，勇往直前，不管谁拦路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说到迎难而上，还得看贺西宁。第一位，赵继伟，皆是掩护，来自大韩，低空躲闪，过桥上篮，鞍山保罗转速拉满，人球合一，精灵下凡，脚下灵活，手上更有功夫，变速漂移，球场宛如公路，用英姿撰写技巧百科丛书，让仰慕者们认真研究诵读，赵继伟用一记陀螺曼舞写意诠释何为赏心悦目。